总是在幻想未来的结局，珍惜着每次零距离，害怕失去，若即若离。我们不是故事里的主角，只是爱过的人，把记忆延续。圣上御笔亲题的花满楼，是长安城远近闻名的聚贤之地。此次花魁盛会，圣上重病，给试图勾结新晋花魁谋权篡位的太师抄底花满楼创造了绝佳的时机。多谢状元郎光临，今日我们花满楼的花魁呀，就请您定夺了。早听闻状元郎学识过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哪里哪里，来。一会儿看玉儿的颜色行事。是。太子失踪数年，至今杳无音信，朝廷奸臣当道，圣上屡遭行刺，处境岌岌可危。说老子 PPT 没得灵魂，还想你多小美女，就看我的眼神不一样。我知道根本就不看我，可是今天必须祝我生日快乐。我想尿尿，陪我去好不好？啊哥哥穿的，沉浸式游戏吗？我的天呀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这下不得好好玩玩。Everybody！ 我的男神居然也在！在这里总可以尽情放肆了吧？不能被这个妖精迷惑。我花魁，花魁，花魁，花魁！静静，静静，大家静静！我宣布，今天的花魁是月儿姑娘。月儿姑娘，是谁？玉儿，花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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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总呢？我要去找他。刺杀圣上的就是他。晨钟不诉誓言，尽管前路绵长，只携手共度时光。